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跟死神亲密接触过的人，所以我现在有权指点你们的人生了。我叫熊顿，毛豆出招，目前靠画画养活自己。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以为老娘愿意在你这坑里蹲着，是吧？有时候活在自己的想象里，其实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。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在乎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忧愁，甚至没有死亡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当别人人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结束了。你怕吗？你得相信，上帝给我们安排每一次挣扎都是有目的的。其实从来不存在来不及这回事。分手就跟妈说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你对我的意义。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要告白我的怀我中断。这才刚刚开始。不要哀怨，不要纸花，不要眼泪。我要健康起来。在梦想面前，一切都是借口。要珍惜，抓紧，有限的时间造起来。